暴力深入脑髓，这就是辛迪家的病。这个诊所的每一个人都相信，狂恶终有一天可以被治愈，还来得及吗？现在，我还回得去吗？看好我，就像我看着你一样。我的战斗还没有结束，他等我站起来。告诉那些黑帮，军团来了，对你们所有人宣战。牺牲是再正常不过的事，不能接受这一点，就没有资格踏上 FAC 的战场。这里还不配用他的命交换。我不会输的。将至。